我是戏班的孩子，五岁班磕头拜师，多年三伏下练三九，却没有一副好嗓子。师傅说嗓音不好，就只能去翻跟头。别人唱戏的时候，我脑袋顶着大石头。什么身单寂寞丑，什么收眼神发布，什么常年做打一身练的都是真功夫。朋友都劝我放弃，回家老老实实念书。我也想过放弃，可是没听压腿掉嗓子，谁要是戏词儿记不清楚就要挨一顿板子。师傅说要想卖座就得背后下苦功，你见过哪位名角他一路走来很轻松。什么身单寂寞丑，什么收眼神发布，什么常年做打一身练的都是真功夫。朋友都劝我放弃，回家老老实实念书。我也想过放弃，可是